谢谢，谢谢。那么，下一首歌我会唱几首古诗词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去年炎炎
实这些歌呢，刚开始的时候我真的不懂是什么意思，到现在还是不太怎么懂。只不过你们放心，我会继续努力，然后以后会演唱得更加好不好？谢谢。下一首歌送给你们，《原乡人》。
谢谢。那再唱一首歌好不好？如果你们声音大，我就再唱一首；声音再大，就再唱一首。